新庄区公所和台湾大宽频永嘉乐有限电视公司日前在新庄头前运动公园联合举办了一场某某亲子派对暨星光电影院的活动。虽然天气十分的寒冷，但是仍旧阻挡不了民众参加的热情。尤其到了小朋友最喜欢某某哥哥姐姐登台表演的时段，台下的亲子也一起唱唱跳跳，现场欢乐的气氛更是嗨到了最高点。为提供给民众一个优质的亲子休闲活动，由新庄区公所与台湾大宽频永嘉乐有线电视公司17号在头前运动公园联合举办某某亲子派对暨星光电影院。现场还邀请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庄分局及台湾电力公司向民众进行各项宣导。我们今天在新庄头前运动公园由新庄区公所跟我们永嘉乐在地的电视台在我们头前运动公园这边办理我们的星空电影院。那虽然天气有点冷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那尤其来的非常多的这一个里长跟我们的小朋友，得到青公所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支持在这个时间办这样的一个某某亲子派对，还有一个电影欣赏会那我们公司呢还是持续就是针对就是区域的回馈，还有跟我们里面来做一些互动。台湾大宽频永嘉乐有线电视本着在地企业回馈的心，与新庄区公所联合举办这场亲子活动。虽然天气有点冷，但仍不减民众的热情。到了亲切活泼的某某哥哥姐姐登场时，现场的气氛更是嗨到最高点。小朋友们与家长跟着一起唱唱跳跳，场面相当欢乐温馨。大家最爱看的亲子表演是带动今天的主要气氛。那整个某某表演完以后还有继续我们的玩具总动员，都是小朋友的最爱那希望今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到了晚上开始播映玩具总动员4，剧情无论是冒险幽默搞笑还是催泪感人的情节，都让大小朋友目不转睛的欣赏。现场还有提供限量棉花糖与造型气球，都是免费送给乡亲一同分享。记者胡宇轩新庄采访报道。